我每天晚上都会开一会儿直播啊，以后可能下午开，下午开的话唱歌，买个声卡唱歌，然后那个欢迎大家到直播间来探讨啊。但是直播间如果不是我的粉丝啊，如果那个没有作品私密账号，那你就不让你上麦啊，或者是那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搁底下咔咔扣字的，抹黑我的，打击我的，一看就不是一条心的，那也不能让你在直播间待着啊。别人是为了流量，就是说话不得罪人，黑粉儿他也不得罪，喜欢他的他也不得罪，但我不一样啊，我不缺你们这些粉丝，跟我一样价值观、正能量、正义的就待着，不是的话就给你们禁言，听明白没？我不需要那没有用的流量啊，就不像有些人，哎呀要流量要带货，为了赚钱，谁也不得罪，我不是那样人，你们爱来就来，不来就滚，不缺你的一个粉丝，还有啊。消费者尽量别问我买啥车啊，我推荐肯定就是国产。你要不听就拉倒啊，什么说什么日系、德系、乱七八糟、大众啥的、美系啥的，我都一概当没听着，听没听清楚。所以说，消费者在我这儿就是个屁，我也对你们负不了责。你们爱买啥车买啥车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